搞什么飞机啊？季哥呢，要带各位来去北台湾最大型的重机专卖店呢，来看看这个里面有什么镇店之宝。我的女神也在里面，所以呢，跟着我一起进去看看吧。目前凯旋非常热卖的 T120 自带，想不想听听看它的引擎声音呢？很震撼哦！靠过来，靠过来，准备了，睡吧，听到没有？我们看完车子，还是要去找镇店之宝，还要找我的重机女神哦。我的重机女神卡拉。大家好，我是卡拉。超正的吧，超正的。季哥今天怎么有空过来？哎呀呀呀呀呀！今天就是来看卡拉的，同时呢要来跟我所有的好朋友呢要来看看什么叫做重型机车。卡拉呢平常呢都骑什么车？我以前都是骑阿鲁600或1000。600、1000呢？卡拉，你平常最喜欢骑的路段都在哪边？会去骑台山，就是新竹那一段石潭那边，然后跟106。那我要问你哦，环岛过没有？没有啊，真的还假的？那挑战五岭呢？也还没有。听说我们这里有镇店之宝。有，就是我们的店长。那如果想要知道更多详细车种介绍的话，就要去找我们的店长了。跟各位慎重介绍，全台湾最专业、最帅、最有知识的车神，来介绍我们的店长明哥，掌声鼓励。今天要帮你们介绍一台非常非常有个性的车种，不管是它的造型，或是说的舒适度，算是能够让大众接受的。对啊对啊，它本身就是双排气管，搭配全车 LED 灯、ABS、定速巡航、电控的循迹系统。我发现这台车子的前轮胎跟后轮胎是一样大，哎，对对对，一般的话是前轮会比较小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它要设计它的这个风格味道的话，它是这一种算是一个胖胖胎啊，它的造型的话有那种复古的味道，复古的味道，对对。店长，这个 CC 数多少？1200 CC， 1200 CC， 哎，刚好，所以还是在原1200以内的这个税金，对，所以呢，这个也是很经济、很划算的哈，搞什么飞机？最重要的时刻来了，各位，听说我们凯旋最新的新车种即将要在台湾上市，那台车是什么车呢？快等660，明年准备要台湾重磅登场，车价不到400000，对，它搭载全车 LED 可调式的行车模式两段，3缸81匹马力，189公斤，想要的话，请你记得永兴找明哥。明哥呢会给你最好的服务跟最好的价钱哈，但是呢，所有线上的朋友也请你各位不要忘记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还有开启你的小铃铛哦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